冬天像我这边哦，在我那是三点左右。因为我来这边应该是住几个月，我就去马六甲。这边呢，最中心最尾巴那边呢，刚好对着晚上那时候我飘进放烟花的话，看到最准，那边的。那个车来，等下上到去了，我会跟他讲，叫他最后放那个 First World Ruby 那边下。然后你还是给他那收费120。对的。再跟他讲好了。来一杯。要买糖前就去左手边。前面。这边。左手边第一间就对了。